因为昨天用餐的时候早餐人太多了，人太多了，所以今天给爸妈升级了，升级到这个行政酒廊的级别。你看现在就咱仨人，非常非常安静，然后整体环境也是很惬意的，是很惬意的，就是让你身心灵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。啊，身后的这个环境就是行政酒廊。啊，这个环境就是人少啊，也有专门的服务员来为你服务。啊，会提供这个早餐、中餐、晚餐，包括下午的一些甜品、小点类的一些，都可以在这儿来用，升级到这个级别。父母也是比较舒适啊，我就也很开心了。这有鱼片粥啊，有鱼片粥，对，哎、一般行政酒廊它都会有，总会有鱼片粥，对。这个是白粥。白粥。吃这东西，我们又不吃。这是各式各样的小料小菜。因为昨天吧，我们就是觉得太吵了，就是那个西餐厅，所以今天就都给换回来了，还是没升级了。差不多，单点米线啥都有。这个是法式长棍吧，这就是这样的。我爸说太硬了。拿啥了吗？拿个袋。拿个袋。啊，给你拿个。给我拿个袋。我要了一个小棍米线。啊，没要，别的我都没要，给我爸也没要，我看他不吃。这个是各种主食类的。啊，炒那个牛河嘛，炒面，也叫炒牛河炒面。爸，你还想他有一些就是单点的现做的，厨房给现做，有牛肉面还有小锅米线啥。吃一个这个炒面。炒面，挺好吃的。拿一个小盘，我们抓一点，我们一直吃。啊，我们来的可能真的太早了。没啥人，就我仨。哦，我这尝尝看。仨人都搁这加。尝一尝。哎，加点陈醋，很好吃。行。我有点没整进去。我要了两杯拿铁。啊。哎，这小料太诱人了，看着。老干妈。一个粥谁也拿的，服务员吧，谁拿的？对，牛奶，牛奶的话，看看这面有没吧。哇，好多种西瓜。哇，好多种水果，有杨梅，灌肠杨梅，来点这个。一共八种水果，我最爱的香什么西瓜、哈密瓜、杨梅都有。哎，爸，你慢点，爸洒了。我跟店员说一下，让那个擦一下。你好，麻烦把地擦一下。牛奶让我给他，可能装的太满了，不好意思。没事。哦，这边是沙拉类的。是这人吗？啊，是顺义人吗？哦，我是云南的。嗯，可能我普通话有点不标准。没有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问问你爸爸是不是烫了？对，他问是不是烫着了呀？因为刚才奶洒了，还是热奶。啊，哇，真一样！近距离给大家看一看，我们这餐桌上都啥玩意儿？米线，小锅米线真的很好吃啊，它这个汤汁很浓郁，反正非常合我的胃口。沙拉，还有非常那个精致的几个颗粒的小水果，还有杨梅，这是杨梅。还有几个现榨的橙汁。今天这温度太舒服了，刚才看了一下是17到24度，
刚才小朋友还说我们来呢还比较试试，但可能明天天气就不太好。妈，明天天气可能有中雨吧，还是啥？你来，我爸刚才没我妹吃，我给我爸让我吃，我肯定不吃，拿走了几个，油比较大啊。这样，哎呀妈，嗯，怎么又第二轮呗？第二轮了呗吧，进行了第二轮。哎我，行，哎呀，这小班好，还是烘焙做的不错，烘焙的。是吧，就现做的是吧？对啊，现点现做，来一个吧。你有什么玩意儿？你就是小锅米线。你给我尝，你给我加，你不是，你给我加一点。你加点。一小口，别多了。嗯。别多了，多了多了，你少了。哎，就来几根就行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得来点汤，精华在汤里。再来点汤，来，来点。干吃面没意思。来点汤。哎呀，早前那几次来的时候，都是在火车站附近有一家小的米线店。挺好吃。哎呀，沙拉，这你看这就有出汁。你看那上面这飞机走，我一会儿回来的吧，从小人国回来的。我看看那个，第一眼还拿一个牌子水果呢，水果好看。嗯，是一个包子，是一个豆沙包，是一个鸡蛋。这是，今天这个就餐环境是。刚才和大家说了，昨天那个人太多了，太吵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换了一个环境，换了一个环境就是更舒服一点，更舒服一点。你看周边这环境全是非常密度就是覆盖的非常密的这种各种植被啊，就是一个算是酒店的一个中心的一个花园。啊，这个地方我们这两天都在这儿，就是有空就愿意在这儿来转一转，但是没想到这个行政酒廊就在这个花园的里边，就是非常安静啊。昨天真想找一下没找着，非常隐秘。哎，能吃得惯不吧米线啊？我还没等就坐，您吃完了。这不就是我红烧面条吗？我妈说，我妈还没等拿完菜，我爸已经吃完了，真好吃啊！这米线和那个米粉，广西的米粉，那没啥区别，就是粗细都是这种，差不多，大米做的。嗯，只不过是就这个地域不一样嘛，它叫的名儿对，调料，米线米粉是这么叫对。一个教育不一样，但是他那个汤也不一样。就那个老丈人岳父是一个人，嗯，一个名儿。但是我觉得他们用料还是不一样，这调法不，吃法不一样。那就是做汤那个是鸡汤、骨头汤。用料肯定不一样。我今天要的还真不是鸡汤米线，要的是小锅米线，也不一样。嗯。他地儿离机场应该挺远，你看，嗯，总有飞机。桃子了，就这个桃子太好看了。嗯。干嘛呀？经典。哦，火腿的。我爸就拿几块，拿几块水果。经典不？说对。吃点再拿。今天这温度太舒服了，刚才看了一下是17到24度，真的很舒服。刚才小朋友还说我们来的还比较适适。
那可能明天天气就不太好，是吗？明天天气可能有中雨吧，还是啥？你来，我爸刚才没我妹吃，我给我爸。那我吃，我肯定不吃。拿走了几个，油比较大啊。没事。你喝的奶觉得跟我喝那一个味儿啊吧？和家里的。你尝小口。这玩意儿咋尝？哎，带个不能尝。但愿啊，照相吗？照着喝。嗯。是不？挺好喝。一个味儿。是但是咱家的奶我也除了做咖啡用，平时没喝呀，除了做咖啡用没喝。哎，它是粥真挺好吃啊。粥一片粥是啥大米吗？应该是大米。不是，比你那可好吃。是吗？你到这里摆的挺好看啊。嗯。